同学们你们好，老师好。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爱大利怎么学我说话？不对，怎么有俩爱大利？爱大，这是我让特雷西给我造的。真是机器人。能帮我写作业吗？不行。那这个到底是啥啊？它叫圆圆，是一个 AI 机器人，也可以录音。你这么喜欢录音，我把我家那台录音机给你吧。切，你家录音机能跑吗？爱大利怎么变这么傻了？我也觉得。我觉得你也是。我怎么了？早就知道你是个憨憨。喂喂喂，说啥呢？没想到憨出我的想象，到底有没有底线的？给我走开啊！我能明白他为什么买那个机器人了。为啥啊？缺少陪伴，加上上课又很累很烦。那要怎么才能帮到他？去旅游，让他散散心，肯定好很多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这样吗？我说让你去旅游，不用被你烦，自然就开心了。不用被你烦，自然就开心了。那个圆圆是吧？你是哑巴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是的。我是帅哥吗？不是。那小香香说我是憨憨，你觉得呢？当然。气死我了，他怎么一个劲损我？那是网络延迟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被我扔了。可恶，你等着。可我又不痛，下毒对我也没用，你能把我怎么办？我叫特雷西，把马桶做成你的样子。